现在在法兰克福，法兰克福那边就是罗马贝格广场，罗马贝格，哎，这傻逼傻子。那波子南市政厅，我们现在在老城广场。我操！我一坨屎！我靠！我一坨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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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录像？你两个傻逼就在自拍呀！不 ，Bloody Strasbourg， 傻逼 ，Strasbourg， 傻逼，在自拍，傻逼又自拍，又有个傻逼在自拍，伟基奥怎么那么傻逼又自拍？你妹！我操！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儿，哈哈哈！傻逼又录，哈哈哈哈！傻逼又在，哈哈哈哈！傻逼又录像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布达佩斯的地方，现在是晚上两点钟。我操！哎，你脱屎！你看，你看，傻逼又自拍。我们现在在布达佩斯的佩斯。耶！啊，我们来到了布达，我已经傻逼又在录像。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十字架之丘。傻逼又录像。号称世界最空气清新的地儿，就是真正的波罗的海。傻逼伟基奥录像，那边就是最美丽的。傻逼最美丽的波罗的海，沙滩这里，傻逼又在录像。啊，有人啊，就喜欢出镜。大哥又开始录像了，这里就是特开宝。有个傻逼在看毛看毛看毛，有个傻逼要录像，傻逼大家注意，这是唯一一部 video 说没有说韦志勇是个傻逼，没有